我的笑勾很可爱。把这首歌挥手吧。去逛家具店的时候订了几件新的家具，然后今天会送过来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在家把客厅的区域重新改造，分区一下，应该还是一个蛮大的过程。然后现在等送家具的师傅来了。小翔，来了个什么呀？哇，来走一走。吓死了。什么呀，妹妹？文文，啊，文文呀，你看他好奇的，好好奇呀。贝贝，这个柜子你想放在哪儿啊？嗯。小两只在干啥呀？一个在晒太阳，一个在玩玩具。猪皮好吸吗？让我吸一下你的猪皮。嗯。晒太阳好暖和，很香。好像一只小鹿。我们小鹿犬的名字是白叫的。哎呦，真的老了，你瘦的。A4腰，直角肩，羡慕吗？还有胸肌。二头三头，那小臂，哇，还倒三角的身材，哇，你看这个中分练得非常好，还有大眼小脸，对，是真的有小尖脸，对呀、啊，这么说还挺完美的哦，默默的笑，然后还有现在最流行的那种奶奶灰的漂染，你还知道这个梗呢？我的狗狗很可爱，我的笑狗，我的笑狗很可爱。小狗在干嘛？小狗，两个好奇宝宝。也是阳光雨露营，来，一人一个床位啊。嗯，来，哇，伸长腿腿。伸直腿腿啊！懂了懂了懂了。这是两个孔，然后这个东西。我这桌子是那保养桌啊。对，打油了，油油亮亮。对。嗯，巨脏啊！我擦上吧。看。硬币吗？嗯。比利时。啊旺子家有这个万用膏，那是干嘛的？那这个上面写的是除垢、除锈、除水渍、防雾灯，许多功能万用，什么都可以擦，不伤手。哇，那我来吧，你休息一下，我去拿个小杯子。谢谢你，我想跟你一起呢。不要了，哇，这个膏已经用过了。对，我上次擦了水够用。还有陈年老旧。现在我就得抛一下，我要弄个打磨膏吧。是不是比刚才干净好多？都不要了，感觉。这个能抬起来好好擦一下。
节工作准备结束，看我们整得特别特别乱，然后现在准备开始把书就放在这个书架上了。So I can't stand to see you, to feel you. My insides are turning blue. I like the way that you walk. Sometimes I wish you never stop. My heart aches, my bones break with each little move you make. I can't help but混乱的场景，你们以为这儿已经够乱了吗？更乱的地方还在这儿呢。感觉真的是一个非常巨大庞大的工程，因为原来这个斗柜里放的都是发条的设备，哎，这个已经空了，像搬家一样。真的呢，好乱呀。我们已经搞了几个小时了，从早上到现在4点钟了吧，基本上把家的区域已经分好了，然后我现在在我安静的阅读区，以后这个就是我看书看杂志或者滑手机的地方，然后把他们的窝也挪了地方，这现在放在了那个电视旁边，但有可能等会儿还要调换。然后原来的那个竖着的杂志架你们还记得吗？就是在电视旁边的那个，我现在先拿到卧室了，但是我刚刚去看了一下觉得不太合适，我想把它跟那个木质的换一下，然后镜子我想放在电视旁边。好啊，这样子好啊，这样看电视我可以照一照。然后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目前收拾好的区域吧，这边变成了我们的 office， 因为原来客厅的地方实在是，我们客厅整个比较长，这边其实一直都很浪费，然后把划船机挪进去了，然后这个角落就变成了工作区。嗯，大部分都是发小在用，我偶尔会用这边一个小的角落，因为它这个桌子好的一点是这个角是可以伸进去的，所以还蛮方便的。我正在写我的玻璃针呢，就有点老板桌的意思。嗯，叫我发总。发总你好。小唐啊，给我倒杯水啊。然后我后面这个客厅的区域整体往那边平移了一些，就相当于我们做了一个区分，把这个空间做成了两个或者三个部分这样子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新的茶几，目前看来我们现在还缺一块漂亮的地毯，这里面是原来的那些书柜抽屉里拿出来的杂物还没有归置好的，然后这边是发条已经归置了一部分的。Don't even try to comfort me。好治愈啊，看你整理的。真的吗？嗯。无他，为收拾而。Save your goodbyes. Don't watch me bleed. By the time the sun rises, I'll be roaming free with the morning breeze.Finally， 我们现在终于把这个角落规整完了，然后发条基本上把他的设备都非常细心的还原到每一处地方，虽然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每一个抽屉放的什么东西，等会儿我们可以让他跟我们一起看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收拾的。然后现在整个客厅就不那么空了，因为我们整个客厅比较长，然后原来客厅就只是当做一个客厅的区域的话就会显得有一点空，然后现在我们是把那个工作室的这个地方搬出来，重新添置了这个桌子跟柜子，然后原来工作室的那个区域可能会以后作为我拍摄的地方，然后加上健身的地方这样子。那你要带我们一起看看你的抽屉吗？你想先看桌子。他梦想要这个柜子已经好久了，然后那个之前的是一个五斗柜，拿东西有点不方便，
然后现在就变成了一个这种下翻式。其实它最开始的初衷，这个桌子设计的它是一个小桌子吧，对，是一个桌子的设计，就可以放一些小玩意儿。然后这边呢就是视频的所有东西和闪光灯，还有两个闪光灯没放进来。这个呢就是所有的奇奇怪怪的充电器，还有这边什么。我真的超级佩服他每次能把这些，就是这些线不都长一样吗？对我来说真的都长一模一样。这个跟你们说一下，万能充，大家现在这已经是中古的了吧？Vintage 万能充电器，零零后估计都不认识是什么东西。真的，话筒那些毛毛，还有平时清洁镜头用的东西，然后这些就是你们常问的那些毛毛，各种各样的毛毛，灰毛毛、黑毛毛、大灰毛毛、小黑毛毛，对，这些还有一些清洁的那个纸什么的，对，好整齐，打印机。然后还有、这个、一些纸，这个呢，这里面这是明信片，所有送我们的这些写的贺卡什么，我一直都留着。拍立得相册，哦，对，这一直从我们2010年、2011年开始。然后这是咱们结婚那天的，对，这是2019年过年的时候吧。这是卖掉房子的前几天，对，还可以放一些哦。我们今天也拍一张吧。好呀，今天再拍一张。人生第一个书柜。哎，我好像眨眼了。你发腮了，宝贝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这还有你人生第一辆自行车呢。2020年10月2号。为什么又要睡在椅子背上？现在像一个孵蛋的。